来的趋势吧，因为现在应该是零零后刚好到20多岁的一个阶段，然后大部分的年轻人现在都不太想生孩子，包括现在这个经济情况啊，这个社会的环境，所以可能导致了一些这样的原因。那问题现在国家那个新政策啊，鼓励生三胎也好的话，具体实施起来也并不太容易啊，因为毕竟那个养孩子各方面生活成本还比较高啊，经济是一方面，包括你家庭人口，比如老年人是吧，你抚养孩子花出的时间和精力啊，这个在现在就是说就业啊那个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，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。还真是不太，就是这些事儿，就是也都，你像我是80后的话，可能不是很想考虑生孩子这些事儿。如果自己能自给自足的话，可能连对象都不想找。大部分人我觉得现在也都是差不多这种想法吧。